老师与学生间的 battle。小李，这个四年的成功了吗？停灯了，跟着车道旗号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不要，小心，别再动！又在偷吃东西。哼，刘慧茹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晓得思密，你给我瞪大！哼，张老师就看思密走得快，还是我走得快。老师与学生间的 battle。班里的委屈时刻。班里的委屈时刻。你还是不能错，是不是？我都输了好多次。
手，涂老师我没有。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气得这么僵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谁打我？露露，你晓得我找你啥子事不？我听说我平时不戴假手套的时候，你还是多喝一点哈，还得是自己控。我没有，不老师。